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毛老哈，我在上海，我在国际大都市上海，然后我身后据说是全上海最繁华的步行街，叫做南京路步行街，这个时候看到没有？我也不是很了解，网友告诉我的，我网上百度，他说这里是上海最繁华的步行街，我准备进去近距离观察一下。好了，我们走，就是这个地方，这个有小火车的这条路。据说就是上海人气最旺的步行街。我们看到这里有很多的招牌，很多的店，这里还有人在喝咖啡，看来这里果然比较适合逛街。我们看一下，往前走一下，看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，跟其他地方步行街有什么不一样。我们走，我发现一个小问题啊，这半面道就只有我一个人在走，这个有一点点奇怪，这人流量跟我想象中的哈有点小差别。不管它了，我们往前面再研究一下吧。我说的就是这个道，真没人，这边这么宽的路没人在逛街，对面好像有些人，这边招牌是很多的，有点像那个电影里面，好像老上海好像有点这样的风格，都是这种类型的招牌，但是就是人流可能跟我们预期的有点差距。这个毕竟是国际大都市，怎么感觉没什么人，太奇怪了。今天天气还可以，太阳比较大，比较适合出来逛街。这边有个卖手表的，但想想没有什么人。这里是个观光火车，我们看了有很多火车在这个步行街活动。这里有一些卖首饰的店，都是些卖首饰的店。这里还有体育彩票。这个步行街有点冷清，然后这些店感觉也不是很像就是购物消费的地方，我们也没有看到什么美食，也没有看到可以坐的地方，感觉差一点点意思。这个步行街我们要不再往前走走吧，小火车有机会可以坐下，就不知道它多少钱，有没谁比较懂行知道坐下这火车要多少钱。这边是一个国际知名服装品牌美特斯邦威，这个楼太高了，店非常大，大家如果要买衣服的话，我觉得就可以进去里面买一下，应该是什么衣服都有卖。这边有些照相馆，想要照相的朋友可以去照一下，我们就不照了，我们逛一下。这边都是些卖衣服的店，这里是一棵绿化，躲在这个笼子里的一棵树，这里还有一些眼镜。这里是个地铁进站口，南京东路站，对，这条街可能就叫南京东路。我对东西不是很有研究，但是这里肯定是南京路，至于是东路还是西路比较发达，我也不是很确定。我们再往前面看一下，有没有特别的东西，就是在全国其他步行街你见不着的东西。我们找一下，又是小火车，这个小火车非常多，我是看到了，这是南京东路步行街的一个独特的地方。这个我是发现了，其他的暂时没有发现更加厉害的东西。就这边衣服店也挺多的，我也是看到了，都是卖衣服的，厉害了。我们再往前面走走，哎，这里好像有一个苹果店，我们近距离观察一下。这个不一般，就是像这种苹果专卖店一般都开在最繁华的区域，那么这里有一家店，说明这里非常繁华。
不是一般的地方，一般的地方开不了这个店。然后这店里面有很多人，非常厉害。这个还是比较好的，如果想要买手机的朋友们可以进去消费一下，我们就不进去了，我们随意看看。这边还有个三星，也是卖手机的。我们走到前面好像有一个华为，这个标志比较高，比较显眼，大家也可以去华为买点手机，都是非常棒的。这个楼我挺喜欢的，这里有个名人购物中心，挺厉害的。我感觉我们已经走到头了，这是南京东路步行街，到头了。很多人可能没有来过这边，你看过我的视频你就知道南京东路是什么一个情况。我们看一下这上面有没有什么说法。南京路步行街1999年开始的，1998年做的决定，没有错，这就是我们要逛的条街。然后我们已经逛完了，没有什么技术难点。前面有个东方明珠，看见没有，厉害了。这里有一些花，这里写着南京路步行街，就是这个地方，厉害了。好的，南京路步行街我们已经逛了一圈了，然后还可以，我觉得店挺多，特别是卖衣服的店很多，我觉得大家想要买衣服的话那么就可以来这边逛一下，不错，挺好的一个步行街。那我们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为止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